家好，我是 Zoe。 这个周六你们周六野了吗？你们打卡了哪一些运动视频？在公屏上告诉我吧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十分钟瘦手臂跟美背运动。这个运动呢，可以帮助我们紧实我们的手臂线条，让我们的手臂看起来更紧实修长，同时呢，也能美化我们的背部，让我们的背部看起来更薄、更挺拔，也更紧实，线条会更好看。好吧，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好，现在坐在垫子上，第一个动作先给自己加油打气，手臂向两边抬起，加油打气，加油打气。好，下面一个动作有点像芭蕾的手势，手臂不用完全伸直，手肘有点弯曲，向前拥抱，向上抬起，抬起的同时把整个人一起往上带，整个脊柱往上，想象我们的手就像天鹅的翅膀一样，很优美的拍打着。现在手平举，食指交叉，向上抬起，举过头顶，然后放到后脑勺，吸气向后打开肩膀，呼气收回，回到胸前。好，下一个动作是二头弯举，手肘放在身体两边，向侧边弯举，向前弯举，这样重复。OK， 把右手放在垫子上，左手向上抬起，向右边慢慢拉伸我们的侧腰，感受我们的手向远远的地方伸去，收回，再来。OK， 换另一边，抬起右手，拉伸我们的右侧腰，感受手臂要去碰到最远的地方。好，现在双手举在前侧方，用手指画像篮球一样大的圈，向外画圈，顺时针逆时针都没有关系。我们的手臂现在应该热起来了吧？
好，现在来到手支撑，左膝盖跪在垫子上，右腿抬起，手肘靠近身体，向下做俯卧撑。降低难度的话，手肘可以稍微45度往外打开，或者把右腿放下，换另一边腿抬起。好，来到熊爬，收紧核心，呼气撑起背部，膝盖离开垫子，吸气慢慢下沉，膝盖轻轻地回到垫子上，呼气向上，把颈椎肩胛骨都往上推。好，现在趴在垫子上，双手放在胸部肋骨两侧，呼气向上撑起上半身，吸气回来，呼气撑起，吸气回来。这几个动作以前没有做过，都是受我最近冲浪的一些动作的启发。好，下面敲人大家比较熟悉了，双手向前伸直，收回时背部往后往上夹紧，和腿同时抬起，吸气向下落，呼气收回向上抬起，吸气放下。OK， 下面侧支撑，左手撑地，右手放在后脑勺，呼气手肘向下夹，吸气回来，手肘指向天花板。好，换另一边，加油，我们剩下最后不到两分钟了。现在趴到垫子上，双手放在两侧，额头轻轻点在垫子上，吸气，肩膀向上向后绕一圈，带着我们的上背部抬起，呼气落下，吸气向后向上旋转肩膀，抬起落下。OK， 下面肩胛骨俯卧撑，这个是大家做过的。来到平板支撑，呼气向上推我们的上背部，
吸气上背下沉，但是注意不要凹下去了，也不要耸肩，呼气撑起，吸气下沉，全程手臂都是伸直的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，舒缓一下我们的肩臂，手放在肩膀上，向前向后，向前时手肘相碰，向后时手背相碰，这整个运动其实挺轻松的吧，一下子就完成了，恭喜。OK， 感觉怎么样？如果你的手臂跟背部都有酸爽的感觉，那说明它正在起效，要坚持哦。好看又紧实又健康的线条不是一两天就有的，而是坚持下去才会慢慢的看到效果，所以我们一起坚持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运动视频，不要忘了点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一期见吧，爱你们。